还记得从前靠大街抢钱，金银财宝装满了洞穴，每天到处掠夺抢劫，搜刮金钱，做坏事不需要道歉。直到贼王出现，没有时间诺言，反而将你和我都欺骗。后该是时候，让我们再团结，将往日凶风再次展现。你参不参加？给我明确的回答。所有坏勾当，我最在行。加入我，什么都能成功。别孤单，小鬼，请你听我的忠告。你需要一个勇敢强壮的领导，不要再犹豫，赶快加入我。还记得从前，我们杀人不眨眼，骁勇善战，从来不畏惧。我知道我生来就是坏心眼，但他心叫我善良一点，就让往事如烟，向软弱说再见，我们不再被梦里双眼。只要把眼光放远，对人凶狠一点，就能够将愿望实现。你参不参加？想被判还是投靠？只要相信我，你就会知道，草鹿做人心胸最宽大。你是敌是友，请你听我的忠告。如果你需要快速成名的管道，不要再犹豫，赶快加入我。我要抢遍所有大街小巷，从大哥阿爸到巴黎，看他们脸上惊讶表情，指引我四十大道闯进。快呀，兄弟们，跟我来！你参不参加？如果决定就大叫，只要我带领你前途一片光明，加入我今后所向无敌。这是个难题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你要加入我还是留下发愁，该如何决定，请你仔细考虑。你参不参